你是不是想亲我？跟我来。这就是我们平常练习的地方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还没这就开始了吗？好好学，遇到这种情况，首先你要先冷静，深呼吸，两只手掌向下发力，腰腹部往后用力，如果动作够快的话，你就能脱身。试一次，抱我，就像我刚才抱你那样抱住我。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好，虽然说接吻嘴唇是主角，但是手的位置也很重要。你千万不可以两只手呆呆地放在旁边，要环放在对方的腰上。你手放哪儿？刚才有这样抱你吗？抱紧了。嗯，这么快啊？嗯。过来，换你了。再试一次。我是不是学？你要记住，气氛、眼神、姿势都很重要。你一定要自然地闭上眼睛，
昨天晚上你送我回家的时候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没想做什么。亲我。